他觉得你那个线叫 USB 而不是电源吗？奇怪了。有在录，那带来停掉是你要帮我弄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那么麻烦？这个找不到线。你这怎么倒了？风有这么大吗？怎么这样子？怎么下了？哎呀，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说，我的板子真的很不滑。拜托你，年假那几天提醒我把它缝起来。哎，这有头发进我嘴巴，哎，烦哦！好，好，你有看地图吗？你没看地图哎。
没有，像上面比较有。我滑一滑，现在就觉得累。很难吗？不知道，再看下面这个牌子的背面。没有，闭锁。不能往上吗？啊？哪里是闭锁？没有，它没有开的。它现在有开啊。对啊。我不大想花力气走到那边。它这样过得去吗？那边在下面还没有岔路，不知道有没有。啊？对啊。
那个应该就是那个吧，看起来还好哎、欸。看起来不像是十五啊。对啊。我完蛋了，这带一路过去不就很累？怎样？这带一路过去过得去吗？哎呦，那我不要去了，先不要去了。那我宁愿走刚那个。我不要。那你要怎么过去？我过去，然后你坐缆车上去，你走那边好了。什么？我坐？你可以选那边啊，我们为什么不一起？我们回去原地啊，然后你滑这边，我滑下面这边。不行啊，为什么不行？不然今天先不要去好了、啊、那里看起来又有个隧道，感觉不好推。哎呦，不要，今天一直滑那个很无聊啊。今天就是随便乱滑，然后就今天一直滑那个很无聊啊。好啊，那你要怎样？你现在要怎样？一起从那边过去啊。没有，我就不要嘛。可以一起，可以上去，但是我不想要滑这边。但是它看起来还好哎、欸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没力啊。那所以现在是要坐缆车回温度计，然后我从那边慢慢走，然后你从这边推，是吗？
好有没有办法用不费力的滑板。天色好多了，还有一点点蓝天，你看右上角。我是因为看天气好才想去，这种大风雪天好就不行，像我们就很多都没有滑雪，然后就滑滑看，但是顶多你要等我比较久一点。好，等的时候就要费力了，那你就坐在旁边等啊。好的，好，是要去坐港多啦，是不是目标就是港多啦？而且他根本就才半山，是我猜没有很长啊，没有很长。之前像梅子的山顶那样是多高啊？有2000吗？我不知道，要回去看。我是觉得这个1000有点矮，因为它从平地起算啊，梅子是从高原起算。哦。可以，但是它的整个拉上去的高度可能也只有1000，对吧？你要看比较多差。肩膀都干了，早上你还有屁股摆在那边湿了一些，看下面很脏哎、欸，一个洞，很脏，融化的痕迹，这边也有一个洞，一个洞的痕迹，我是不不不不洞。Thank you.
最差就是超级特价。超级特价不需换边，可以一路降到底。看看你怎么玩。太可怕就会侧倒，太害怕的话，我最会侧倒，真的我倒下去了。
边都不行的话，那表示那边就更不行了。看有没有痕迹。
是不是？下面呵呵看到了啦，很乱啊，看不到下面，看得到啦，刚刚看我，只是好像有点乱，其实你这边没有那么陡啊，你啊？还要滑吗？就滑下去不就到了吗？是啊，我走右边啊，我说你还要滑那边吗？试试看。就是一条一条的，好热哦！哇，为什么要往左切？那里好像都是深的哎。可以走这个两个缆车站中间吗？缆车站之间是不是？对。你也要靠过去就对了。在前面一些些就可以超，而且有点歪歪的超。那边看起来路很烂嘞、欸。
好热。你是不是讲错路啦？快要太低了，你骗我！走那边，大家都走那边。不是，这前面没路吗？前面我觉得也跟他们接起来了，哎，接起来啊，那就算了啊。啊！要走了吗？你走左边，我走右边。哦，哦。怎样？走那边吗？我算是有走那边吗？有吧。还好。有啦，是还好啦。还好。我不讲话，你去走那边。
但是我觉得你要我去推，我宁愿做花点这个力气，因为我觉得要我去推，刚刚那个路那么长那么平，我看了就不行。我也想，这是我的选择。叫我去推推，我更累，我就不要。好多。我也胆小啊，但是我更不想费体力。对我来说，那个更费体力。又很倒的脚上车子到那边哪边有什么？你刚刚现在几点？好像一点多，就是去一点二十去再回来。天气本来很差，雾道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是现在太阳快要出来了。好，没拍风景。我刚说1:22。像那个 Hilton 是拉，然后拉过一个山丘再拉上去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就拉拉拉拉拉就到山顶，很直接。那是地势的问题。对啊，他没有。这个上去之后还要接一个往上的，
往上的，北七北七，坐错车了吗？不是坐错车，是这个缆车上去就在那个餐厅旁边啦。我们吃饭的餐厅旁边。哪个吃饭的餐厅旁边？我们吃饭餐厅的旁边。我们哪一个吃饭餐厅？今天中午吃饭餐厅。啊？为什么？的右边，我不是都看有人要推去一个另外一个缆车吗？对啊。我们要坐的就是那个缆车。那我们说，那我们刚刚干嘛这么辛苦？这样爬过来，翻过来，爬坐这个。我现在才发现。什么鬼啊？为什么要辛苦的翻了山过来？你说太无聊啊！我想要滑不一样的路啊！对啊，所以刚刚滑了不一样的路。还可以吧？而且刚刚视线良好，现在又要视线不好了。现在又有点想要回去。开始下雪，不行了。下雪还可以，下雨我真的不行。不是下雪还可以，但是我又怕那个又要推了。恐怖的花园推。那个时候你觉得我拿把板子拖拿下来走会比较好？有可能，因为那天从那个什么走回来，觉得没有走很久，雪板用扛的。他没有倒数，所以我不知道我们还有多远。还看不到，这根本就是我们滑的旁边嘛。是。这里也有一条路。它这里啊，比较不用怕的是它的雪都软软的，不会像八方是硬馒头或是硬的那一条一条的，你过一脚一定要过。哦，这个差很多。那是。习惯的问题啊，不一样、啊。去那里的人可能都喜欢练那一招。好像快到了、欸。回忆一下路线，把老头戴一下眼镜好了。对，我也要戴眼镜。很热，把帽子把衣服都拉开了。现在暂时弄好。我好了吗？好了吧。帽子要折起来哦，因为会有雪。我为什么一点灯都看不到？有啊，你有亮啊。看到了，它因为在录，闪烁中。咦，左右摇晃了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左右摇晃了。这是14号，但是没有总数，就快到了。我刚回头就已经看到了，在两根柱子就到了。他叫 Niseko Tokyo Resort。东极啊？东极跟王子是同一个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你的票可以东极跟王子？那个票就叫东极王子联合选票。哦，是哦。对。哦，所以这也是东极的哦。你谁？那有大家赚翻的吧？我说以前历年是也不太好啊。好、哦、啊，他今历年赚翻的，他说要24股赚翻的。那他每一年都有卖这种票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吧。怎么这么辛苦的划了第二支臂，然后咧你走到哪里穿下面啊，不是那餐
厅有看到，就是往右前方。那就你都先拿着。这时候要走去左边的餐厅，下那个缆车。哪里啊？那边。我不确定树跟树之间可不可以走，会不会是松的？
现在这条线的话，我们是 Sweet Monkey 啊，对啊，应该是，嗯，然后这个方向怎么都啥、啊？这是从下面爬上来吧？下面爬上来的。那我现在方向怎么走？就是沿着缆车线滑下去之后。不对啊，走往后滑。如果这边是往上的话，为什么这个线也可以往上？奇怪了，我也不是很懂。好，我知道羊蹄山它，羊蹄山它 cos 的话是在那边。嗯，我知道在那边。嗯，
所以那个这个的 URT 我觉得有点错，反正我们下去就左转就对了，管他的。哪里要左转？哪里可以左转？这里哪里 Carol 啊，那就是去 Carol Run 啊，一直走绿线就可以去，对不对？羊蹄的厕所吧，一直在看哪里有厕所。前面那边下去都是，那边是什么？就是缆车站了吧？对啊，但是那是缆车站，不是厕所。是啊，那么大一个缆车站，奇怪。去看看。要撤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想走急的路。我说这边还有路啊，好像。是啊，不用撤的吗？哪里正常？右边那个。右边的火路下去啊？啊？但是这是斜的哎、欸，你先。我先。嗯。我还在特价，你没看到吗？但这种是那种旁边是斜的啊，只要冲上去一下，下来一下冲。你现在不走是不是？我要走啊，我正在慢慢下，我还没下到那么下嘞。你们就在从我前面斜过去就好了。我就是不下，我现在胆子很小。
厕所。是不是回去了？离厕所越来越远了。有可能。如果从下面是一，中间是二，上面是三的话，嗯，我们在三了，是不是？我刚是第二还是第几？三。第三。嗯，刚刚想必像什么什么扩的会的三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名字啊？现在做的是最上面这一段，回来的话要做三段，这是第三段，所以我们会重复华冈的一次，然后又记录，又一路往下走，然后这次我跟你后面，你努力的冲啊，啊，这没有用啊，还是我们两个，你要换鞋子，拉一拉你，你要换鞋子，没办法换啊，要鞋子长度一样才能换，现在连鞋子都给你穿了。那你那个我穿下去脚会痛，买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卖我们。
要不要不要，我会怕来不及的、啊、而且我又很怕我们那天那个要再走一次用走的，我要不知道走多久，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好、啊、怎么现在看起来天气很好的感觉？我是说没有雾就叫天气，自己这里不觉得有雾就是天气好。哈，你觉得要不要回去？回去啊，回去啊。哈，回去啊。不然我很怕，来不及，压力很大。我想尿尿，所以。Jumbo 吗？是的啦。Jumbo 就是这个红加黑。是吗？好像是。那、啊、我看到了。哪里？看到哪里？前面那个黑柱柱。对。那个黑柱柱的。黑柱柱我们不是有滑过吗、啊、上红下黑的那一段、嗯、然后中间有一个绿线可以切，那我们再切绿线，对啊，切绿线就好。我要去尿尿。你要去哪边尿尿？能去哪？中间，对啊，就也只能去那个吧。
其实很快就回来了，还好吧？依照我们的速度，那边下到底再回来是 OK 的。好，但是我很想上厕所。没关系啊，不好意思啊。早点回去睡个觉。现在就要回去了吗？没有啊。你不会尿完尿又跟我说，我没有力气了。再休息一下。我上厕所跟喝水，把水全喝完。带已经带很少出门，应该要喝完。很夸张，那个千辛万苦搬到那边去，然后拉上来就这个后面，好白烂了。那下次你要帮我按掉。